我们人间的纠纷，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不原谅你，你就没有好日子过，就可以让对方得到惩治和教训。实际上，不原谅别人，真正倒霉、最吃亏的是自己，因为你天天生气，不原谅他，睡不好觉，吃不下饭，气出病来，无人替呀。对世界上的一切，如果我们不调查清楚，就乱做决定，就是愚痴。佛法上说，静能生慧，碰到什么事情要安静，天大的事情发生了，也要静得下来。所以西方人碰到事情，也是叫 cool down, cool down。我们中国人讲冷静，冷静。所以冷了才能安静。你们今天有空调，你们就安静坐在下面了。说一个笑话，有在农村有两位老人，一个叫老刘，一个叫老赵，他们上山去采蘑菇。这个时候老刘就说，你要当心啊，新鲜的蘑菇啊，这个颜色越鲜艳呐、啊，它有毒性的，不能吃。老赵说：“嗯，那么我们先给狗吃，看看有没有事。”结果这个狗吃了很多，摇头摇尾的就出去了。他们一看没事，两个人把蘑菇全吃光了。老赵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说：“哎呦，亲家呀，狗死了。”把老刘吓得了，赶紧把准备好的肥皂水，最肮脏恶心的水全部咕咚咕咚咕咚全喝下去，然后拼命的让自己吐出来，吐得死去活来呀、啊！刚刚缓过来一点之后，他向自己的亲家问，老赵，狗死的惨不惨呐、啊？他的亲家说，哎，死得可惨了，一出门就被车压死了。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了解了别人之后才去做决定。当你怨恨一个人，你自己要想到这个人也不算太坏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会怎么样呢？自己闭上眼睛，感受一下自己，你的佛性会让你发现，你让别人感到有罪，很痛苦，其实你自己并不快乐。所以很多夫妻吵架，你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老婆了，她气得在那里哭，难道你很幸福吗？实际上要懂得佛的智慧就是宽容，我们能够原谅别人，实际上自己就得到原谅。我今天不恨老公了，我自己也开心了，我老跟他憋着我也难受。在我们东方电台有一个节目主持人，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三个人都是脾气倔得不得了的人。他告诉我说，爸爸妈妈还有我三个人吵架，有一次最长的时候是一个月大家不讲话。我的妈，一个月不讲话，那我就问他，电话来了怎么办呢？他说是这么操作的，电话铃一响，爸爸走过去，喂，一听不是找他的，电话放在边上。妈妈跑过去，喂，一听不是他的，又放在边上。结果他跑过去，那是他的电话。你想一想，人多可怜呐！你其实原谅了他，你就是去跟他说一句话，你自己马上开心了。实际上，两个人只要不开心，一直对方的气场都揶揄着，只要
几天之后他跟你说话了，实际上你心里会特别的开心。要宽容别人，不要把人家记在心中。你们记住，如果你原谅别人，就是给你自己的心灵撑起了一把伞，挡住别人对你的伤害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因为你留下了善良，这是一种胸怀。我们不但能温暖自己，我们对别人都能够包容和宽容，我们这个世界都会变得越来越祥和呀。